we have our we have ID card and driver's license and insurance card. And also this like we have passport here. That's our photo ID in Taiwan. Insurance card. And insurance card, yes. And ID card, same. Have different ID card. Yeah. But we need your driving license. No, not everyone drives. Yeah, but either all credit cards with the photo. Yeah, with photo, yes. We cannot accept. You cannot accept the passport, okay? Only ID card.有台湾网友到日内瓦旅行，打算参观联合国欧洲总部，想去纪念品店买个联合国马克杯，在入口处出示中华民国护照，柜台人员看了看，却说不能用，问他有没有身份证，甚至说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请拿出中国护照或是中国身份证就可以进入，让他觉得被严重歧视。将事情经过PO上脸书后，已经有上万人分享。联合国欧洲总部是很多人到瑞士日内瓦参观的地点之一，但却有台湾人被拒于门外。网友蔡小姐在脸书po文，9月15号下午3点多前往联合国欧洲总部，柜台人员看了她的护照，说这个护照不能用，你有身份证吗？看完身份证才说联合国不接受她的护照和身份证。蔡小姐很纳闷，明明8年前就用同一本护照参观过，怎么现在就不行呢？对方口气更强硬了，说台湾属于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他拿出大陆护照和身份证才能够进去参观。他质疑一个台湾人怎么可能有大陆护照，感觉备受屈辱。咱像所看到的渡口，咱遮先买门票，买门票去。这两个一起也是不能进来，唯有我们使用，我们可以拿那个由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是可以进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已经达成了，那我们就要准备要离开回台湾了。今天的任务非常的。